Ra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澎湃新闻记者南博一环球网在27日的朝韩首脑会晤晚宴上，韩方准备的一道甜点引起了日方的抗议。韩方公布的宣传照片中，这道甜点名为民族之春，甜点上的装饰地图画有一处争议岛屿，日本称之为主岛，韩国称为独岛。据环球网4月28日报道，针对朝韩首脑会谈晚餐甜点上摆放的巧克力牌绘制的朝鲜半岛地图中包含独岛日称主岛一事，日本外相河野太郎4月27日表示不满，称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必要的做法。晚餐甜点视觉中国图，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领土问题担当相辅警照也表示，无论从历史还是国际法来看，主岛都是日本领土，因此感到极其遗憾，将努力加强信息发布，以渗透对日本立场的理解。此前日本政府已通过东京和首尔的外交途径向韩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勿在晚餐中使用。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日本曾在1910年至1945年占领了朝鲜半岛，直到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独岛日本称主岛是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一个岛屿，日韩都宣布对其拥有主权，目前由韩国实际控制。长期以来，两国围绕该岛争议不断。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韩时，韩国总统文在寅曾以独岛虾等晚宴招待，并引发日本政府不满，由此在日韩间掀起过一场口水战。本期编辑李小军。